综合外媒7月26日报道，加拿大安大略省德莱登市东北部一个原住民区的宠物猫贾斯敏，心宽体盘，拥有圆墩墩的身形，但这毫不影响它奔跑。在它主人近日拍摄并上传网络的一则视频中，它全速冲向主人，而且因为身躯过于肥硕，奔跑的样子憨态可掬。贾斯敏的主人卡贝是加拿大原住民，他说：“当时我妈妈、侄子，我和贾斯敏在外面。”我和贾斯敏一起散步，妈妈忽然叫他，他就狂奔过去。他看起来好像是能跑多快就要跑多快。